还没问完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听说当时是因为你妈妈午觉睡过头没有叫你，所以导致你英语缺考，请问能谈一谈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你的感受吗？没感受。那现在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？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讨厌妈妈呢？咱们成绩没什么可挖的，你去找未来吧，大家对他都比较好奇啊。未来学长，能谈一下你当时从重点大学金融系退学的心路历程吗？退学是为了更好的自我实现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退学是为了古生物专业，古生物专业非常冷门，跟大热的金融专业完全不一样，请问能谈一下当时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吗？不能。好，谢谢未来学长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组成细胞的化合物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讲这么多，讲多了怕你们消化不了。来，下课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坐。啊，对了，咱们学校要办的这个提高班，这周就开始上课了，每周四周五晚上6:30到10:00。老师，那个提高班不就是小灶班吗？差不多吧。每个班这几次考试的综合成绩第四还是第五都选进去。那老师到底是第四名还是第五名？我第五名。分班表在张贴榜上贴着呢，你自己看一下啊。听说了吗？这次提高班讲题特别全面，尤其理综三科，数理也不懂。哎呀，再过几天要一起上课了。哎，你说这会不会就是量子纠缠？不是，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不让你洗的衣服你给我洗了吗？洗了，还没干呢。干了你快点给我拿回来呀。哎，不过啊，我还真挺喜欢你给我洗的衣服。马丁当视频，大家都跟着学一下吧，不然又记不住了。所有的东西不做好吧，大家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好吧。好，快学。班长说的对。未来呢？哦，他去扫分担区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去趟电教室，帮我把教案拿过来，我先去开个会啊。啊。
2009年我从金融系专业退学，到投身于古生物行业，已经有不少年头。在这一路上，一直给我坚定的力量，我想是我的母亲，并且我要感谢她，在我奋斗的路上，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动力。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被你们的家人，或者你们所崇拜的长辈？人在里面。感谢科学协会为我颁发的这个终身成就奖，感谢我的团队，感谢我的家人，也感谢在座的各位选择支持我和相信我。我也期待着从今天开始，我国的古生物行业迎来新的气象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古生物专业，我会为这个专业献出我的终身。他疯了！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接到一个剧组的邀请，提前试试戏。奶奶，你为什么想看古生物？我是喜欢恐龙啊。今天未来算是出了风头了。虽然吧，我也幻想过得奥斯卡，但我不至于演出来呀。以前一直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退学，今天我算知道了，原来是为了考那个什么古生物。重点不是他考什么，而是他内心活动太多了。对，但是演的也挺好。哎呀，我也觉得，不是没想到是那么一个人，然后原来就是演技还不错。那小学你干嘛去了？哎，你好，你寝室有没有个叫未来的？我就是。哦。楼下有人等你，你下去一趟吧。等我？你找我？你别着急。你那个电视转播的事情，可能是我不小心按错了个键，所以，不小心？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知不知道学校现在有多少人因为这事儿一直在议论我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爸跟我说了，别人的议论都是唾沫星子，时间长了就落地了。你挺一挺。哎，而且。你那个样子蛮可爱的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过几天就过去了。这谁呀？未来吗？真厉害啊！谁这有头条？这可不嘛！你看这获着演技的奥斯卡了，这可不是头条吗？哎呦喂！哎呦，长得跟个蛐蛐一样。未来赢了很多啊，不容易。对对对，刘启光。这是最新的高考分数手册，你看一下。谢谢。
你帮我打听一下，化学到底要考多少分才能到 A？ 你成绩这么好，还怕没把握？我理综一直是靠物理和生物拉上去的，化学一直有点问题。今年政策有变，突然又看化学小分了，我其实有点担心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回头我帮你问一下啊。啊，对了，下周我要回学校，雷主任让我这个优秀毕业生给应届毕业生做演讲。不说了，我先上课了。陈静，嗯，你们那个小乐班是快开课了。啊。到时候如果再有人因为那事笑话未来，你替他挡挡呗。我替他挡什么？哎，主要这事儿吧，也怪我。你就当……我觉得这种事啊，还是你俩自己解决比较好。嗯。来，等我。他这么有病，他一天嘚瑟什么呀？不是以为去领奖去了？哎，未来还真领过奖。哎，对了，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。行，大家别笑了，就是你的事没完了。未来，听说你要报考古生物专业，不过今年要看化学小分。说是过线就行，不过好像还是得从高到低录取。你化学应该没问题。啊，这么麻烦呀？对啊，看来不能选看小说的了，赶紧走吧。请问你是未来学长吗？嗯。学长，我听说你是要学古生物专业是吗？原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。我说未来，你转到高四之前啊，我们一直想知道你为什么退学，你也不说说原因，感情没连接古生物，喜欢这帮恐龙啊！天哪！能不能安静点？老师来了，大家都安静一下啊！我姓周，是你们提高班的化学老师。我现在需要统计一下，有多少人是高三重点班的，请举手。有多少人是高三普通班的？那剩下的都是高四的吧，请举手。好了，开始上课。哎，小雪，你刚才为什么因为未来生气呢？关键是你，我也生气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这届副主任真牛，前几天出了影帝，还有去年英语缺考那睡美人，都在咱们提高班。是啊，真开眼。去年缺考的成什么将，跟他妈一对傻缺。高考不能让我听你说的时间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不是你干什么呀？算了，别搭理。真是，你和顾尚应该认识很久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能感觉到。这不像是你关心的事儿。同学们，感谢学校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重新回到阔别一年多的母校，也特别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高考心路历程。希望学弟学妹们好好加油，明年高考必胜。感谢杨卓凡学长的精彩演讲，下面让我们有请未来同学上台交流。同学，我们大家都很好奇，你当时为什么会放弃重点大学的金融系，而选择古生物这种冷门的专业呢？相信未来同学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吧。
还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呢？相对于同校学生来说，我们杨卓凡学长就截然不同。杨卓凡学长的个人风采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。下面进行提问环节，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？好，那既然大家都没有问题，那么就由我继续发问。我们杨卓凡学长是对自己的人生非常有规划的，重点大学的金融系就像是一条阳光大道，而我们未来同学选择的生物专业呢，就像是一条独木桥。我想请问一下未来同学，你选择这样的独木桥专业，你有后悔过吗？我相信你的家人也肯定不会同意吧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也没有后悔过。主持人，我有问题。这位同学，请讲。哦，我忘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。这位同学很有意思啊，一下子带动了现场的气氛。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，我会一一解答。有人举手吗？好，同学们，我们看一下这些离子啊，钾离子、铁离子、硫酸根、氢氧根离子，那这些离子能不能共存呢？那我们再回想一下，我们这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是电离平衡的建立以及电力平衡的移动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道题，能在溶液中大量共存的离子到底有哪些呢？未来，你来说一下。你连这都答不上来，还想得古生物终身成就奖呢？我看着没戏了。对啊，老师，我们这一届刚好遇上改革，去年跟今年不一样，我们这道题没学过。安静。那我们把重点的这个知识点再复习一下啊。哎，老师，这太耽误我们时间了吧？本来你一下学期就要走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公司就这么点人，我们刚才这么多人陪他再重听一遍，太多东西来不及弄了。你没事就跟我们作对，是不是有病啊？哼，你们公司真牛啊！一个票都这么高，请你别一口一个高斯的，我们也是学校选出来的，好吗？选出来的好啊，有本事跟我比一比啊！比啊！数理化三科，你未来要能赢过我，我愿赌服输。未来，有信心上台领奖，没信心上台跟我比赛。比啊！为什么比啊？你们怎么说话呢？你们？学物理化学各一道，限时15分钟，先答完题者获胜。比赛开始。还有7分钟。A 到 B 的反应试剂和条件就是钾和锰加热最后生成高锰酸钾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来问我啊？这个就是没有公式，点燃情况下变量。干什么呢？老师，我们在讨论问题。讨论问题？就你们俩能讨论明白吗？跟臭棋篓子下棋只会越下越臭。人家提高班的同学进度都比你们快好几倍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聊闲天呢？马拉松第一圈你们就落人家那么多，我都替你们害臊。老师，我刚刚听到他们确实在讨论问题。你哪根葱啊？我是方学班长。班长，哎，班长怎么没进提高班呢？我就搞不懂了，你们这个班长是怎么选出来的？老师，你说我没事儿，
但他俩这段时间确实挺努力的，你不能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。别跟我说你努力他努力，努力了今年怎么没考上啊？我跟你说，失败就是失败，不要找借口，幼稚。老师，我们是没有考上，但这不代表是失败。你想造反是吧？少废话，高四一班今天晚上都别下课，给我学到十二点。你干嘛？老师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，学不到十二点，我走了。我说的没错，烂泥扶不上墙啊。坐在原地别动，等电来，我去看看。挺险的，是啊，差点就丢人丢全校了。不过谢谢你帮我说话。不用谢我，我也是之前受人之托。你说，停电是他俩干的吗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我有时候觉得，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性格，挺有趣的。哎，电影段的，必须的。哎，你不怕被处分啊？我是看了结果，比结果气我才对。这点断了特别值吧？啊，值。哎，你不觉得他们俩其实蛮般配的吗？我怎么没觉得？怎么了？吃醋了？我是觉得未来配不上程进。成绩那样，也就你勉勉强强能配得上了。得了吧，啊！
别把什么事都往上扯。这一次学校停电，学校方面还在调查之中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停电不是正常的停电，而是人为的破坏。我希望肇事者自觉一点，到我办公室来自首。我要强调，有没有考虑坦白从宽？我要强调，是我自来的自首，放心吧，查不到的，不是来搞歪门邪道。未来，这是前两天随堂测试的成绩，你的这个分数呀，在提高班还是不太理想。那我知道你是上届的文科状元，但是文理科还是有区别的，特别是化学。其实昨晚的那场比赛我也能看得出来。不然这样，你再适应一段时间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觉得可以再巩固一下知识再来提高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未来，我听你们班同学说你最近在化学上遇到点麻烦，对吧？嗯。这样，你在这儿看着我啊。同学，我想问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梦想？嗯。没什么梦想。行，那你好好学习。老师。同学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还没想好。去吧。同学，你们有什么理想或梦想吗？挣大钱呗。好，好好看书才能挣大钱啊。你们两个有什么梦想吗？自己想要的，所以你很牛。未来，你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行了。你就是从小到大太顺了，别矫情，好好学啊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对了，学校通讯社要办一个湘江中学风云人物采访，那你回去给他们讲讲古生物去。我意思，你就别耍大牌了。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湘江中学校园风云人物专访的现场。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一位学习和品行俱佳的学生代表，希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经验。下面让我们欢迎学生代表，来自高四一班的未来。这什么专访啊？大家好。会不会又缠着未来问他古生物学的事？哎，不可能，未来就不爱说自己的事儿。未来同学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从重点大学的金融系退学的，原本可以说是前程似锦，可是你却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退学复读。之前你一直都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，今天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事情的来龙去脉吗？金融专业虽然很热门，但那是家人替我选择的，不是我自己喜欢的。而古生物专业对我来说有不同的意义。是吗？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专业呢？我的妈妈是一个玩具设计师，在我小的时候看到她设计的恐龙、玛瑙像这些玩具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不过后来我妈她生病去世了。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，古生物对我的意义又深了一层。古生物化石对我来说意味着永恒，而每一个存在过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。我觉得古生物不应该被忽视，而这些事情应该有人去做。于是我选择了退学。加缪说过，不存在不通过面试而自我超越的人生。我觉得我想通过面试过去那个不敢的自己来超越自己。相信各位同学听完未来同学的故事之后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触。你眼神怎么怪怪的？
逛了吗？充满了对未来的崇拜迷恋，就是有点花痴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才花痴。其实我挺理解你的。我觉得未来是挺帅的，不过没有王子奇帅。谁啊？就我之前跟你说的，我喜欢的那个小学弟。哎，嗯，你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吧？你别吓我啊！雷主任不是刚走吗？谁还能看我们？我在飞，在看着你，这样就很好。心里长出一首曲子，能舞蹈。这不老的月光，闭着眼悄悄地想想，相遇能走七月长，许这三个愿望，带着剩下的香，耳机里藏着秘密，在梦里反复演奏未来的目标，字却在闪耀，能随时觉被气泡，心事像叶落渐渐无意，夜空无声唱了，我想飞行认识你，我想想就好，想去春天借一首曲子舞蹈，想去很远的地方，故事写进回程表，吹过真好。